不要因为怕麻烦就去打压孩子爱涂鸦的天性，反而应该给他准备这样超大的画纸，给他们足够的空间让他们尽情的发挥，这样孩子也就不会去墙上乱涂乱画了。孩子捡两条小鱼，将一条小鱼放入水中，小鱼并不会动，一条小鱼尾巴涂一点洗洁精，看小鱼游动起来了。我希望你帮熊怎么做，自裁包竹盘竹具火漆勺子拉力蜡烛叶子链子贴纸，勺子里加入火漆蜡力蜡烛上加热，直至融化，趁热倒入模具中，再搞一勺，继续倒入模具，竹盘趁热贴在背面，等待冷却后，最喜欢的脱模环节，背面找个贴纸装饰一下，穿上链子，这就做好了。你学会了吗？心里种下一颗种子，大拉肚子。